汉代绿釉陶珠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，该陶珠材质为泥质红陶，通体是绿釉，可惜现已脱落大半，只剩腰部灰绿色釉质。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财富，由来已久。在汉代藏玉习俗中，又以手握玉珠，寓意手握财富。时至如今，我们常见的存钱罐还是圆滚滚的小珠形象，也是取自招财纳福之意。今天就让卯兔给他创个意。来喽，卯兔卯兔，让他新生。